挑战奥运之巅，战况瞬息万变，欢迎收看《第一战报》，我是主持人玉文。北京时间8月2号凌晨，2012年伦敦奥运会游泳比赛进入第五天的争夺。在女子200米蝶泳决赛中，世锦赛冠军中国名将焦刘洋上演后来居上的好戏。最后50米，她发力反超领先的西班牙选手贝尔蒙特。焦刘洋呢，以2分04秒06的成绩夺取了金牌，并创造了新的奥运会纪录，为中国代表团夺得了伦敦奥运会第17枚金牌，这也是中国游泳队本届奥运会夺得的第4枚金牌，同时呢，也追平了中国游泳队在1992年巴塞罗那创造的4金纪录。